今天我们吃面条啊，鸡杂面啊。不过吃这个面条，这和那个人人会的麻辣酱放一勺，做出来很香。放点酱油、蚝油、鸡精，吃饭啊，简单的吃点啊。今天用的我们一个本地的这个重庆泡椒炒的一个
那个猪血啊，毛血旺，用这个炒出来就特别入味。这个泡椒是微酸中辣，这是豌豆尖，拜拜。吃饭啊，今天我们吃糯米笋啊，先吃个辣椒。糯
米笋炒腊肉，19块就花3包，脆嫩爽口。好几天没有货了，今天又上了一点，想要的抓紧手速。